姐姐都不好意思了，你太不注意了，叔叔。你不要玩你那个东西，那么小，有什么好玩的？你拿个。我真的服了你了。你也真不嫌害臊，这么多人你还拎着出来，我就给你跪了，宝贝。哎，真是服了。你刚才那句话亮了，我跟你讲。什么？那么小，那么小有什么好玩？怎么大了就好玩吗？